现场唱歌赛红包，其实蛮紧张的，蛮紧张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，这个这样的形式才有。他们里面很多都是乐团，就里面很多乐团是森内的那一种，森内，他们是听乐团长大的。对，亲爱的是这一代，尤其是董事长，他们应该知道很多歌。但董事长的歌你熟吗？我会抢在董事长他们的歌出来之前先按。那我们可能要按快一点。动作太慢的话，可能会输给他们。对，这个我负责按，你球速那么慢。这几天都一直在复习，就是一些乐团相关的歌曲。对，结果当考试的。对，结果听完果然好像没什么用。你昨天有没有做功课吗？我昨天很认真的去，比如说放一下比较火的一些歌曲，什么苏打绿啊，放一下。可是我现在是怀疑他们不会出那么简单。OK。其实我的策略很简单，你有做过课，那就交给你啦。我就知道是哪一首歌。大热门猜歌王，今天是乐团专场。最近的乐团势力崛起，今天的参赛团队呢都是乐团里面的音乐人，还有好笑人。到底谁能够拔得头筹呢？继续看下去。观众朋友也可以在进广告前扫描 QR code， 一起来答题抢奖金。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参赛队伍。来，先介绍一下，恭喜了，你们是怎么样入围金曲奖？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，最佳男歌手奖，有趣啊！前辈，前辈，哎呀呀，没过嘛哈？不是，真的很前辈，太客气，因为我那次得奖，你这次入围。入围就是一种入围，所以先不要叫前辈，先不要。可是我们乐团入围，得过好几次。对呀，因为人家乐团那么强，兄弟多有得过。我们董事长乐团总共五个人嘛，六个，那就更微不足道，怎么六分之一而已嘛。然后面是三国双雄，哎呦，黄牛又来了，羞，有出新唱片 For You 啊？对对对，我出了一个新的单曲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抒情的歌曲，好听吗？好听，是什么问题？普通人这样问吗？不是，我们这种灯魔心态，现在看到音乐人，我们都想打击他。是，对对对对。好奇怪，入围而已嘛。干嘛？小男孩乐团。两位是摩斯汉堡派来的。对对对。哇塞！您今天要点？是啊，我们那个舒服餐。舒服餐，谁要舒服餐？是，还有音乐难成。帅哦！一个是 Boy 嘛，然后一个是 Nubi， 对对对对 ，Nubi 很帅的男团。新专辑唱片啥？他们哎，过去曾经有哦，过去有，今天是来参赛的。过去都是今天是来参赛，很好，对，颜值担当啦。两个人都帅的不容易。对，他们是各自是不同团的颜值担当，但一整团都丑的就很多，可能就是像别的。我跟你讲，别人像丘比多华，对呀，男的，好，偶像刷剧双生的，有新歌吗？要推出那个翻唱的歌曲，推，对对对，因为昨天刚录完，搞得我有点紧张，哎，不要抓人家语病嘛，大家小心，今天现在的 tempo 很奇怪哦，而且他今天不会给你们提示哦，那个张三理事还好吗？两位 OK 吗？新作品，我们还是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江恩利、张三理事，我是 Money。然后我们是来自周主的兄妹，对，妹妹，你可能要给哥哥拿麦克风呢，周主是不用，没有收到音呢，对，你们真的是亲兄妹哈，亲兄妹互相上山还去，Sing It All， 这是我们最新的专辑，然后它实体跟数位都已经上架了，对 ，OK， 好好加油，很好听哦，这张很厉害，谢谢谢谢，非常认真制作，很厉害，谢谢，好加油，好神棍乐团，好，有作品的乐团有，我们今年发行了我们最新的专辑叫。神一样存在的。刚我们在那里开玩笑讲说什么，整团都丑了很多，不要在意两位。不是，不要对号入座。不是讲你们啦，没有啦。
讲丘比多好像不要特别，不要特别在意，不要去理丘比多，你不用跳进去，你已经在里面，你可以再跳出来，赶快跳进来，没关系，道歉道歉。对，我们发行了我们最新的专辑叫《神一样的存在》，然后上次上过大热门之后，就非常幸运，我们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乐团。所以 ，Yes Battle， 哎呀，厉害！今天是前哨战，来来来，星光熠熠。学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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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跟学弟。干嘛沾人家的光啊？乐团，我们是那个最佳男演唱。对啊。哦。对，男演唱奖项不一样。OK， 还蛮在意的，对。好，学弟，学弟，好不好？学弟，好不好？我手都已经握了，一定要讲，我手握了啊，已经握都握了，没得奖不能再怪我。哦，没有台阶下来。好，准备来出题了，来来来，回去回去。好，大家准备了，第一组人马来，请抽签。好，我们看看他要答的是第几题呢？请看，答对两分，十一题，请出题来。难演难演难演。OK， 神棍，你们的时间。好，有答案。这是 Guns N' Roses 的 November Rain。Guns N' Roses， 对，枪与玫瑰。枪与玫瑰的叫做什么歌 ？November Rain。November Rain， 答对。哎呦 ，November， 满满的，满满的。哦。点的歌，哇 ，YouTube 点击已经来到14亿。哇，天哪！今天的乐团都很基本。对，枪与玫瑰，他们以前的年轻的时候是很嚣张。然后老了以后，哇，那很坏很坏。然后到慢慢就已经慢慢被大家接受了，音乐也洗涤了他的人生，了解，如同河里面滚动的一颗钻石。而且这个乐团半解散，是，那因为他们常常内斗吵架，对，最近才又重组起来。对，第二组，好，看一下第二组偶像剧《双声道》，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19题，请出题。其他还没有，先 hold 了 hold 了，我们还没有，不要给他们提示哦，等下你们就有机会哦。其他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。有没有答案？偶像剧，偶像剧，他们的答题权。One， 好，给答案。再见我的爱，再见我的爱，恭喜答对。哦，来一起来唱，来把麦克风拿起来，统统拿起来，唱起来。让我原谅你的错，再见我的爱，再见我的爱，梦醒了之后你转身就走，把我留在记忆中。哦，2006年这个距离现在有14年之久了。第三一群小男孩乐团主打，请抽签。是，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7题 ，Number Seven， 请出题。可以啦。哦哦哦。哎呀，搞乐团的这个不可能不知道啦。送分题吧。对呀，送分嘛，大家都知道。米飞是吧 ？Yeah。OK， 来，米飞还有汉斯。好 ，What's the answer？ 这个是 Coldplay 的 Yellow。Corporate Yellow， 恭喜答对。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哈。对啊。你们运气很好哎。这个几乎哦是乐团都必听的嘛。必听哦，都会基本的练习。来来，请我们董事长乐团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一首歌。其实它的歌名很特别，叫 Yellow。Yellow， 它是因为有个以前有黄页电话簿，然后引申而来。Yellow Page， Yellow Book。古代呢做这个国际贸易只有一本书可以用，就 Yellow Book， 就是Yellow Page电话簿，电话簿很厚的那种。不是 Yellow Black， 哎，那不行，那不一样，那不行 ，Yellow Black 那个脏东西。那个整个脏掉。好，解释完之后，你们要答题了。来答，请出题。董事长乐团要答的题目是第17题。17题，请出题。哦，哦，我知道。太简单了嘛，太经典了，经典吧？对啊，可以了。我还是等下唱一下。音乐整个下来，我们跟着唱好了。来，两位啊，这位还用讲吗？对啊，红蚂蚁的爱情酿的酒。对，
对，爱情酿的酒，哎，不错不错。主唱名叫什么？罗红武小孩，罗红武小孩啊，对不对？小林的前夫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对团长啊，一起来唱夜场啊！别考虑这么多。性感一点，对，性感的唱法，对 ，OK OK， 是不是性感的那个 sexy tempo 比较 free 一点，对，比较随性一点哈，对的，看看像一组 Prince in Love， 来，他们要答的是第十六题，十六题，请出题。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哎，来一杯。歌名，来一杯苏打绿。那苏打绿的，但是。但是什么？一直等。哇，哇塞了，完了！其他人有机会了。苏打绿的，准备抢答。这太难了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多久时间？不知道。他等他播完。对。他不会让我们播完。没了，没了。到这里。好，两位。啊，苏打绿。怎么样啊？嗯。他歌词有什么字？刚他歌词有什么字你有听到吗？你这样喊出苏打绿，等到饮料店里面大声喊了一声“老板”，然后没了，不错不错，没了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两位老板，两位要点什么？对啊，请抢答。好，好来，比亚来，苏打绿的频率，频率，恭喜答错。怎么是频率啊 ？OK， 恭喜没有人答对，我们一起来揭晓正确解答。红，但我想不起歌名。对，而且他们最近重组了。余丁蜜叫余丁蜜，余丁蜜。哦，当我们一起走过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一组张三李四。好，来，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一题，请出题。我想要说的全部都说过。天哪！我想要做的，这也算是近代史算经典的歌哦。完了，可能知道哪一团，但不知道什么名字。张三李四，请作答。草东的。草东没有派对。草东没有派对的。是不是歌都太像了？草东。对。什么歌？草东没有排队。这么办？随便猜一首。草东随便。哎，大家手放下，要他们答完了。有才有机会了。山海。山海是吗？啊，手先放下来，请抢答。哎，谁谁谁？来，唱线。唱线。应该是烂泥。恭喜答对，是哦，烂泥，烂泥，强哎！哇，第28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，耶鲁布莱克，来哦！看看他们答的是第几题呢？请看第四题。好，第四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哎呦，很有把握的表情哦，哎，哎呦。稳的啦，这个稳的，这个稳，这个表情是稳的，保证万无一失，保证万无一失，可以了。那个玛卡这个表情很像吴大卫，有没有？哎，真的，真的好像哦。哥 ，Q 版的吴大卫，对对对 ，Q 版什么的？四分位，雨和眼泪，恭喜答对。
没关系哈，不要唱，不要硬唱，找不到劲歌点，硬要唱。再来这一道题目是红包题哦，好，好吧，可以，我们的掷骰子拿红包，很多奖品哦。好，有答案就举牌，就举牌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出理。这个神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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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来，两位请起立，来来来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什么歌？永远不回头，永远不回头。哦，对的，起立啦，永远不回头，来 ，Let's go。世界祈求永远，当月光送走今夜，我想要跃入海面，找寻起点，看誓言可会改变。饮料十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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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谢谢。越南城，请出题。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十四题，十四题，请出题。你的泪水擦去，才知道我心中你多了不起。哇哇，好，这个表情有。看来是万无一失了，这个表情应该是万无一失了，又万无一失。根本就是有答案了啊！好，答案，请给正解。我随便猜一个好。好，你猜一个。重感情的废物吗？哦，哎，请抢答。来，大飞。Trash 的《希望你回来》。还有 Trash， 今年也入围了最佳乐团奖。是阿叶写给安迪哥的，对，三国双雄，来看看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十五题，第十五题，请出题。哎，刚好少谷的专场。但是要猜对歌名哦。OK， 好，怎么样？这个为什么刚好是我？刚好是你，好吧？你就是五月天的《成名在望》。嘿，确定吗？恭喜答对。真的没作弊哦，真的真的。抽的，怎么这么刚好？对啊，抽中的嘛，抽中的。成名在望，这首有拿下最佳作词人奖，在金曲奖上。太尴尬。
对，没有，不是刚好的问题。我们节目绝对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而且我们还特地避开了。本来他这一题是出天气女孩的主打。啊，昨天老婆枕边细语也会出我的问题，我的歌你要记住的呀。哎呦，这个这个制作单位啦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答对。好，下一道题目我来请抽签，请看下一题是第五题，第五题请出题。那孤单其实没有。哦。哎呦。主唱的声音都蛮明显的。完了。完了，陷入沉思啊！好，请抢答。哎。哎，好像这里最快，来来啊！他们还没打，他来下了，不是，他有，他有，他有。难道你们从表情看不出来他们没有答案？乱讲，乱猜一下嘛。他们说你乱讲。你讲啊，好，新会你讲。你讲啊。八三幺的什么？八三幺怎么样？你也好美丽。答错。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的八三幺。八三幺，我怎么哭了？恭喜。我们要看看红包题了，有机会出来演唱，同时获得红包的奖励，请出题。会唱举手举牌。当然可以啊，怎么样？来来来来，昌显来来，好，像也可以。杰林，五百的 Let's Dance， 哈？哦，对，想见你，是吗？想见你，我以为陈升的那个。多香，多香来呀！哦，我的天，我的美娇娇。这条歌竟然不是五百一条 Let's Dance， 你两个赶紧出来，我靠，甲笑笑的。是恁家的代志。哎，不是，不是这首啦，是 Let's Dance 啦。阿爸，你敢要我？你不要乱唱啦！不要放弃治疗，配合度也蛮高的。对啊，这是配合性歌，有一点主见，好不好？带来五百的 Let's Dance。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，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，平静脸孔映着缤纷色彩，有不错，让人毫不疼爱。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轻轻柔柔的将美丽的回忆慢慢重来，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，明天我要离开。你给的爱，甜美的伤害，想问问你的心中我们午夜场嘉宾入场券，大热门午夜场，这个让你失望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出公差的意思，就录超过十二点才可以拿到奖品，没有拿到奖品。
真倒霉，还要参加他们午夜场。午夜场，跟你报告一下，大概都晚上两点，大概两点开始录，对，凌晨两点，两点录这一集。对。那我们是来就当嘉宾，特别嘉宾，直播的嘉宾。对，有什么想宣传都可以讲哦。没有酬劳的哦，没有啊，好棒哦，开心了吧？就是想东西来宣传，对不对？想东西尽量想。啊，没有，我们就硬聊，对对对，半夜两点，差不多，有时候三点。啊，没，两位没事的哈，回去准备，睡醒再过来，好吧？没了。好，再来，现在我轮回到我们第一组了，神棍乐团的，哎，请抽签。神棍乐团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六题，第六题，请出题。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，这么红。基本上，广东歌大概就是只有三团而已啦。对，好，请来神棍，没有难，请抢答。没有，等一下，不，哎，有啦，有没有？要不要挑战看看？我乱猜一下，温拿五虎，好，一样就到你饮料店嘛，然后就老板。哦，其中一团，这又讲到一团，对，香港历史上就这三团。对对对，我只知道两团。温拿五虎，就给这个不要脸的答案。对，不要那么凶，不要那么凶。太凶了，来脾气是吧？丢掉。哎，来，他董事长，军董，这边先生。Beyond 的喜欢你。Beyond 喜欢你，恭喜他对啦！来 ，Beyond。黑凤梨。黑凤梨啊。黑凤梨。哦，这是原唱啊。黑凤梨。歌还蛮感人的，他写给他分手的女朋友，为什么他跟他分手？因为他都忙着做音乐，太忙了，没有太忙了，都没有陪他，然后没有办法陪他，这也发生在我身上。啊，你也是这样啊？他天秤座没有办法，一辈子我开不了口就我们分手。你都是被人家逼的，你都是被早就想分了，都跟我们就是天秤座的。那我们不会这样，对吗？你把整个你们两位也天秤座，他当然不会这样。你们两位也天秤座，对啊，我们不会，不是吧？我们都天秤座，天秤座啊，九二十呢？为什么？有什么不可能？这三十年里面哦，艺能界的超级帅哥，通通是天秤座。什么话？刘德华、金城武、刘德华、金城武、吴宗宪。谢谢。太快轮到我。好，一起来看看这个偶像剧双生代。好，来一起来看看他们的题目是什么。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十三题。十三题，请出题。有 style 了。你的眼泪，你的眼泪，有了大漠的虚伪，像电影里的情节，其实你都没所谓。OK， 请作答，两位。五百的，哎，五百怎么样？五百的，你讲。你的眼泪。来了，眼泪了，答错了吗？请抢答。哎，黄军董对不对？来。五百的，不要说离开我。啊，没。哦，来，黄牛。五百的，一生最爱的人。哈，一生最爱的人，恭喜答对。这个不好意思，专辑里面的啦。唱一定会唱，那个歌名记不起。哎呦，这个我们这次只会有五组会入围哦，所以好好加油。下一题，来，请抽签。小下面一题是第十题，第十题，请出题。喂，痛痛就会了。
还有还有，但是算喂，咚咚就有了，耶，砰砰，哎，砰砰砰，这是邦乔飞的 It's My Life。It's my life。这个太经典了哦！好，再来，董事长乐团准备接招了，请出题。一起来看看下面的题是第十二，第十二题出题。Gucci， 哎呦，你不用举牌，就你们，就你们，哎，你们出现成这种的，好想看他们两个唱哦，好想看，激动，激动，激动。下一句的歌名，旺福乐团的《你当我空气》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别急，你做得到，你可以的。是基本上答对了，加油加油！那个不是你，那就是我当你，我当你，我当你空气，我当你空气，答对，恭喜答对，我当你空气，耶耶！我只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我想看董事长。深深呼吸，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为你会窒息。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厉害了 ，Twin in Love， 来，请抽签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加 S， Twins， Twins， Twins in Love， 很容易忘记 S 的性格。来，请看下面一题，第九题，第九题出题。悄却磅礴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你是无法接近的目的，不管我再怎么的努力，还要用多少的时间我才舍得忘记。 MP 魔幻力量滔滔的恭喜答对，滔滔的在你，在你背后偷偷的想你，我只能够偷是我们苍苍李四，来，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二题，第二题，请出题。你城市在我脑海的记忆，就好像空气般如水。苍苍李四以后要多听点乐团的歌了啊。好。机会来了，好，有没有答案？哎，其他人手放下，要等到他们，请两位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杰哥，你手都快脱臼了。不是，这不才公平，一定要够紧张。来来来，什么答案？好了，不知道。打了，打了。哎呀哎哎，小心哦。嗯耶。抢答。谁？很难。凯西哦，凯西。蓝印的蓝色眼睛，蓝色眼睛。哎，你们因为这一题就注定入围了啦。谁的歌？玻璃珠诉说着忧郁，希望时间会停，才不会因为恐惧而逃离。好的，再来红包题，准备拿奖金了，请出题。相爱的，我知道。
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两位什么歌？这个只有我们会了。对对，因为那个我们哎舞台剧的男主角跟那个 MV 的男主角都在。哎 ，MV 的男主角在这里了。对啊，对。哎哎，漏了一个最重要的。一个女主角，女主角在。我是原唱。是吗？对。然后这个歌还是他们合唱。我们合唱。合唱的歌。我们去年发的专辑，然后邀请露露。制作单位这么堕落。请我跟露露去拍 MV， 好像神拍 MV， 然后主唱还在现场，那我们先离开嘛，走走。来了来了，唱一下嘛 ，Music， 什么歌？好像神吗？耶！相爱你，迷人的感情，小花啦，温温那情。静静，规工在连宵话，害阮听甲强要乌暗心。喊你 solo， 嘿 ，solo solo， 耶，喊你，有点在放松哦，开始在混了，耶，连白哥加油。我的梦，我梦中的情人，你害我睡不去，你害我失眠，你害我乌白想，你害我心内笑不停。副歌哦，你是我的好消息，敢讲这就是爱情。好，再来是哪一队要答题？我们好了，来，请抽签。第八题，第八题，请出题。Oh my god！ 这个 Yellow Black 要会吧？哇，耳机神采吧？会吧？要会？耳机神采了吧？哎，对呀 ，Rock。好，什么歌 ？Rock and Peace。董事长的《众神护台湾》哦，恭喜答对！众神护平安，众神护台湾，用心护台湾。是由何其神采，何其神采，祝你他的音乐难成。哎，一起来看看他们要答的题目是第十八题。十八题，请出题。Go。好，这个大概快40年前，跟着摇滚的节奏，30几年前，敲打的岁月在你和我，这应该只有何其神采听得出来。好了，不知道了，抢答，好，来，神棍，烈火青春，烈火青春，答对，哇，还有张起娜，我的妈，哦，姚可杰，对呀，张起娜跟邰正宵纪念歌曲，哇。哦呦，天哪天哪，这声音好回味啊！好，再来唱吧，三国双雄，哎，请出题。他们要答的是第三题 ，Number Three。出题。啊！哇，这个不可能不会嘛？我想回家拿把雨伞。对呀、啊，
康康的兵变就是抄这一首的兵变，哎，对，一模一样，兵变就抄这一首。我在这地上。兵变这个我真的忘了，是秋秋合唱团。秋秋怎么样？忘了。娃娃的歌，对，娃娃的歌，还是要提示。兵变，娘娘。啊，有可以有点提示吗？请抢答。金志娟就在今夜。娃娃就在今夜。就在今夜，我要你去。就在今夜，请抢答。你要离去了。激动，来。天哪，这个歌你怎么就在今夜？长堤上的傻，河堤上的傻瓜。哦，互补来，河还是上，互补，恭喜答对。哦，河堤上的傻瓜。天空正好下着毛毛雨，我想回家拿把雨伞，又怕你找不到我。一起来看看下面一位答题的是选秀大将，来 last 了，请看二十题，啊，第二十题，请处理。没有把握，现实中的对错。哎，你还在停留，还在慢慢错过，面对这遥远的幸福。有咯。哎，什么歌？迷先生的哎的哇哦，马戏团运动。答错。汪汪。哎，好，来。大飞。迷先生的迷途。迷途啊。对，恭喜答对。恭喜你。迷途，2015年的作品。觉得大飞，因为他自己也搞了一个 band 嘛，是啊，就是那个所有艺能界里面的人都觉得不适合，弯腰，包括幕前幕后都觉得大飞是会唱的，对对对，但结果今天听他唱别人的歌啊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你只差一首好歌，等一个机会。好，三组同分了，我们把这个播报出来。好，我们有神棍乐团、跟偶像剧双声道，还有三国双雄，请起立，请起立，这三组。现在有四组已经入围了，恭喜大飞马卡，还有米菲汉斯，还有我们大军跟西斗，齐欢的台戏，恭喜！好，入围的已经入围，请坐下。剩下这三组，好吧 ？PK PK 哦，你现在题目出来，答对了你就赢了，答错你自己淘汰。答错就淘汰，不要乱抢哦！不要乱抢哦！不要乱抢哦！请出题。哎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。跑步，我们的节奏是吸两口再吐，用这样的速度把地球都走。这首歌很适合上坡。好在半路一起去跑步，也许有岔路，也许飞。参加，他们有五组的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拿奖金决赛，进入决赛，好，进入决赛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